最近，日本千叶县山武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漓江节，参加者身着泳衣，翻滚着跳进泥潭，在泥浆里打滚撒欢。人们身上覆盖着黑泥，有的悠闲地躺在泥水里，像泡温泉一样惬意自在；有的护着泥巴，并展开摔跤大战；甚至有人穿着西装跳进泥水，以摆脱平时工作的郁闷，尽情享受泥浆所带来的乐趣。